成功抵达洛兰学院中心地带，任务信息已同步，随时可以开始执行。执行者，提升移动速度，我们已经进入敌人的势力范围。前方200米，探知敌人活动，你去消灭敌人，在下查探其他地方。选项并没有出现在在下的功能里，梅利亚的数据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数据信号目标处侦测到敌方机械能量反应，需要优先清除。17。正在搜索附近蚕食信号。没事吧？我带你离开这儿。维克多，下雪了呢，姐姐。行了，执行者，刚刚既然你已经没事，我们继续任务吧。刚刚探测器出现反应的搜索资料显示，梅利尔有位双胞胎弟弟，名叫维克多。
他似乎在某场大战中下落不明。梅丽尔一直在搜索维克多的踪迹。警告，能量探测器出现剧烈反应，执行者，情况紧急，请跟随在下。电流方向，能量探测器出现反应，敌人的雷区阵列十分危险。在执行者，请尽量避开守卫。剧烈反应，数据信号目标处出现大量敌人活动踪迹。执行者，情况紧急，你去消灭敌人。消停现在对梅丽尔数据进行解析。再次连接梅丽尔暂时桥。数据目标选中，匹配成功。
前方对象，扫描结果未知。警告！警告！安静！没有发现维克多的踪迹，已经扩大搜索范围。
信号出现不稳定，回收数，请稍作休息吧。再次链接梅利亚蚕食，不知道这次你还会不会产生。哎，你还是那个老样子，我们兄妹都这么久没见面了，笑一下吗？指挥官怎么会把我们两个分在一组？梅丽尔，难道是你要求的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是担心哥哥了吧？下雪了。还有，我是姐姐。我们是双胞胎吧？凭什么你是姐姐？说不定是我比你早出生的吧？哥哥，我一定是哥哥。梅丽尔数据已完成全。欢迎博士，修迪现在。修迪的报告中提到，那种感觉，这种现象在以前也发生过。维克多一，其实梅丽尔虽然也是海加德的。关于这点，请博士允许修迪。是的，所以第三个，当然，我们还是先说回正题啊，别担心，这不会对你的。